三十六题呢，如果跟你讲雌蕊是小 a 小 a， 雄蕊是大 a 大 a， 好，他们授粉之后呢，我们看看哦。首先我们可以很快知道它的胚就是盒子啊，盒子变成胚，胚呢应该是大 a 配小 a， 那胚乳呢，是不是它是三 n 没错，三 n， 那是多少呢？是不是大 a 小 a 小 a？ 因为精细胞是大 a， 中央细胞是小 a 加小 a， 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大小小大 a 小 a 小 a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选项吧，果皮跟妈妈一样小 a 小 a， 种皮跟妈妈一样小 a 小 a， 胚芽来自于胚大 a 小 a， 胚乳呢大 a 小 a 小 a， 那子叶是来自于胚也是大 a 小 a， 但题目是问什么，谁跟雌蕊一样，谁是小 a 小 a， a 跟 b 咯，因为种皮跟果皮会跟妈妈一样就是雌蕊，所以 a 跟 b 当然就是答案，其他都是受精而来的结果，跟妈妈精型不一样。好，这36题答案是 A 与 B。